Here are the nominees for Best Animated Feature. The Boy and the Heron, Hayao Miyazaki and Toshio Suzuki. Elemental, Peter Sohn and Denise Rehm. Nimona, Nick Bruno, Troy Quain, Karen Ryan and Julie Zachary. Robot Dreams, Pablo Berger, Ibon Comensanha, Ignacio Estape and Sandra Tapia Diaz. Spider-Man Across the Spider-Verse, Kemp Bowers, Justin K. Thompson, Phil Lord, Christopher Miller and Amy Pascal. All right, and the Oscar goes to The Boy and the Heron.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Takeshi 的光影世界。首先呢，就是还是恭喜宫崎骏先生，在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得最佳动画长片啊，他的《苍鹭与少年》。那要上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还要追溯到21年以前呢。那当然就是那部大家都家喻户晓的作品，《Spirit Away》。Indication that the children take their parents. Here are the nominees for the best animated feature film that delighted audiences both young and old.Ice Age, Chris Wedge. Lilo and Stitch, Chris Sanders. Spirit, Stallion of the Cimarron, Jeffrey Katzenberg. Spirited Away, Hayao Miyazaki. Treasure Planet, Ron Clemens. And the Oscar goes to, let's see, Spirited Away.Hayao Miyazaki。后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就是宫崎骏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他其实都没有到现场。那他唯一一次到现场，参加了奥斯卡的颁奖典礼那一次呢，非常遗憾呢，他那一次没有拿到最后那个最佳动画长片奖。Sure. They are.Howl's Moving Castle, Hayao Miyazaki, Tim Burton's Corpse Bride, Mike Johnson and Tim Burton, Wallace and Gromit in The Curse of the Were-Rabbit, Nick Park and Steve Box. And the Oscar goes to Wallace and Gromit in The Curse of the Were-Rabbit, Nick Park and Steve Box.This is the first Academy Award and nomination for Steve Box, the fifth nomination and fourth. 当然，这一期节目呢，并不是去谈宫崎骏先生的伟大作品啊。其实相反，今天是想谈一部是被宫崎骏先生不待见，甚至是被吉卜力工作室雪藏的一部作品啊。这部作品叫做《听到涛声》。那这部作品呢，是在1993年上映。这部作品从来没有在日本的任何院线上映过。它只是在小范围的，好像在电视上有播放过，然后就是出版的 DVD。那这部作品一直被所有喜欢吉卜力工作室电影的朋友们来讲，是一部非常特别的作品。因为它是改编自一部小说，然后那这一次正好就是在涩谷的一家院线呢、啊，它就是。限定上映一周，所以其实大家很难的一个机会可以在院线去欣赏这部作品，所以这次呢我就特意去那个电影院去看了这部作品。故事讲述了男主角渡崎拓从高知县的高中毕业以后，一个人来到东京，开始了一个人的大学生活。那原本波澜不惊的大学生活却被自己曾经拍的一张高中同学武藤李佳子的照片陷入了沉思。而大多数时候，对于渡崎拓来讲，武藤李佳子的存在仅仅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松野的一个单相思的对象。而两个人关系微妙的变化，还要回到2年前的那个夏天和从夏威夷的毕业旅行开始讲。
上来以后呢，其实有两层楼都是他的，就是院线的那个营业的部分。那七楼和八楼，它其实每一层楼只有一个影厅，所以那个数量不多。然后我刚才去问了那个服务工作人员，就是关于这个电影的一些周边呢、啊，因为我可能想说他会有一些就是因为限定一个周上映嘛，应该会有一些就是限定的周边啊、产品啊之类的，然后可是很少很少。然后我刚才就买了一本，就是他的这次跟电影一起发行的这本滨池鸭子的原著的小说原版，但是它是重印版的，所以应该是里面有加一些文字和图案的编排，比如说你看它里面就有很多张插画，然后就是我想可能它原本里面并没有插画吧，然后因为小说后来改编成那个电影以后，就是那些插画其实都是在电影里出现过的，所以我觉得蛮有纪念意义，可以买一本啊。然后它定价其实也不贵，800块这样子，800日币，所以不贵。电影结束后，我又特意去看了在电影中两次出现的吉祥寺站。所以当时电影里面呢，它就是从后面这个门，这样后面那个我现在指的这个通路上跑到月台，然后去找到那个女生。我想这部电影之所以在很多人心目中很特别，除了它满足了我们所有对爱情的向往以外，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那个我们对还对爱情一知半解，却可以奋不顾身，然而却再也回不来的青春岁月吧。何？まるで先生みたいなこと言うのね。森崎君ってそんな優等生だったの？聞いた話と全然違うわ。誰にも言わないでって言ったのに、もう町野君に喋っちゃったのね。森崎君って男のくせに結構おしゃべりなのね。私生理の初日が重いの。貧血を起こして寝込むこともあるのよ。パパに会ったら私話すつもりでいるの。パパと一緒に暮らしたい。東京に戻りたいって。ここに泊まるわ。請求書はパパに行くんだから、私にも権利あるでしょ。私の部屋もね、すっかり模様替えされてたの。壁紙なんか濃いグリーンなのよ。私パパが味方のつもりだった。でもパパは私の味方じゃなかったの。私ってかわいそうね。本当にくだらないわよ。彼も私ひどい東京旅行になっちゃったわね。ずいぶん友達思いじゃない？もういいでしょ？バカ！あんたなんか最低よ！東京にね、私会いたい人がいるんだ。誰かっていうと、その人はね、お風呂で寝る人なんだよ。